2019年度电视剧大赏最受欢迎 CP 提名，赵昭仪、元昊《一夜新娘》情话 CP 提名角色花荣、秦尚成。这把金锁是我亲手打造的，从此以后他会紧紧将你锁住，你这辈子注定只能嫁给我一个人。看看前面那个岛，哦，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岛，叫花荣岛。花荣岛从此以后只属于你我二人，以及我们的孩子。没羞没臊的，不许拒绝。赖冠霖、赵今麦，初恋这件小事，凉水 CP 提名角色梁又年、夏淼淼。燕迪、张轩瑞，身为一个胖子，医生 CP 提名角色阮东升、甄媛媛。你该不会忘了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想装傻？什么？好吧，那我问你，你认识圆圆吗？她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不知道欺骗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最激烈吻戏奖，鲁兆华、刘玉涵，《满满喜欢你》提名角色顾小满、左岸。是这本吗？是。王一博、王子璇，陪你到世界之巅，提名角色季向空、秋英。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算什么，你跟米娅。我跟米娅已经结束了，相信我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可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一起了，你怎么说结束就结束啊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最佳男演员提名，郑元畅、乔安你好，提名角色陆远扬。各位同事，我们做的是影视，娱乐不是艺术，是科学。霍建华、筑梦情缘，提名角色沈其南。我知道道歉没有用，但是你能不能看在他养育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等他清醒了，你们再聊一聊，看有没有其他补救的办法。现在除了永生，我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。我要让傅建成尝尝家破人亡、一无所有的滋味。黄轩，创业时代，提名角色郭新年。全部是世界顶尖科技品牌，日本更不用说了，人家有三菱、索尼、松下，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？我觉得科技创新和年轻人创业是这个国家的造血细胞，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力。我就是一个血小板，杀死我一个人没有关系，我就怕有一天我们的造血功能废了，我们就彻底完蛋。最佳女演员提名，陈乔恩、人间至味是清欢，提名角色安清欢。
婚了没有？嗯。别回去，不许给我丢人啊！同学会什么时候啊？咱们一块去啊！好，拜。闫妮，少年派提名角色王胜男。花了时间带你爸去医院化验血糖。你们家的物业管理费、水电气、有线电视都交到哪个月了？左右邻居电话、小区群里有你吗？在你跟我分开之前，你还有很多知识技能需要强化训练。我不能让我的后任，你的那个他，在你面前骂我。前夫不交前妻之过。切。咱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决定重大事宜了？张柏芝，如果爱，提名角色万嘉玲。你就安心让他走吧，我求求你！滚！滚！我对不起你。最尴尬演技奖，郑爽，青春痘，提名角色象征。哎妈，给我拿瓶啤酒，冰的。我要啤酒，美的你。吴谨言，你是我的答案，提名角色白小璐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啪啪啪啪，你啪我让我走出去。不，我再来一个版本。老婆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你啪出去。杨颖，创业时代，提名角色纳兰。主流技术、啊、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有位姓郭的先生来找您，说要拿他的书。书啊、哦、我桌上有一本瑞士攻略，他上回在我这儿落下了，你帮我拿给他吧。好的。哎，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。哎，嗯，您继续。最佳配角奖提名，京城我们都要好好的，提名角色艾丽莎。好，但那个时候我不在乎，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什么。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习惯每天在电梯口看见你，习惯了去你家吃早餐，你不在的时候我习惯了帮你带好汉。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这种生活。陆毅，天衣无缝，提名角色资历群。第一种可能是我们错了，我和小资都错了。人有类似，也有相同，是我们神经太敏感了。这第二种可能就是老李离开苏州后就被捕遇害，或者被捕叛变。敌人派了一个假老李去东江小组主持工作。张俊宁，我的波塞冬，提名角色莫良。强台风在途经海底盆地地形的时候，风冷的速度和形态都会发生变化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如果深海水遭遇到强台风，它会有滞留和改变方向的作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以现在的深度会降低风速的，那它会降低到49.7米，正负0.3米。莫博士，刚才我没算到这里。
以上就是 YouTube 芒果 TV 独播剧场2019年度电视剧大赏的奖项提名片单了。哪位演员、哪组 CP、 哪场戏最打动你呢？投出你的关键一票，票数最高的演员和 CP 我们会专门的为他们定制精华版特辑回馈广大粉丝哦。赶快留言评论或进入芒果 TV 独播剧场的社区进行投票，为你所支持的演员或 CP 投出宝贵的一票吧。